家好，欢迎进入舍冰有氧舞蹈小课堂，我是来自火烈鸟的舍冰教练胡雅荣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级舍冰协调性舞姿当中的舞蹈部分。那协调性舞姿很好的雕塑了上半身的小肌肉群线条，帮助我们灵活手脚，锻炼手脚的协调能力，同时减少上半身小肌肉群的多余脂肪。我们进入到协调性第一个动作的讲解。首先舍冰基本站姿站好，大小腿夹紧并拢，双肩展开，收腹立腰。动作一，左脚向旁打开，屈膝顶髋，左手握拳屈肘向后夹背。动作二，直臂直膝，右手向右延伸，屈膝移重心向右。动作三，双手直臂展开，重心向左移，屈左膝，收脚还原。下一个动作，左脚向正后方撤步，右脚脚尖点起，屈双膝下蹲，同时左手屈手肘向后夹背，直膝还原。重复动作一次，收左脚左手，让我们连贯左边动作进行一次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收回。反方向动作，右脚向旁迈开，弯曲右膝，屈右肘夹背，直膝还原，移重心向左，屈左膝，左手向旁延伸还原，再次屈右膝，双手向旁打开，收右脚，收回双手，右脚向后撤回一步，屈双膝下蹲，右手从上向下屈肘夹背，直膝还原。重复动作一次，收回右脚，收回右手，让我们跟上节拍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还原。第二组动作的讲解。动作一，左脚向旁打开，动作二，弯曲左膝的同时，左手手臂向前延伸还原。动作三，屈左膝的同时，左手向后延展，收回左脚，收回左手。下一个动作，弯曲双膝，右手向上延展，左手向斜下方延伸，同时肩背展开，脖颈拉长，收回。换反方向动作，这个动作我们重复三次，收回还原。跟上节奏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反方向的动作同样，一二右脚向旁打开，三四屈右膝，右手延伸，五六反方向延伸，七八